的成绩好，他是一个单项冠军。那有一些呢是这个全能冠军啊，这个个别人呢，这个又这个出唱片啊，有拍电影或者当导演，有些人还出书，而且这个书的内容也是这个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这个7月30号呢，蔡依林在台北出了一本新书，叫做《养寿》，意思是把自己养得非常非常的苗条啊。这个为这个书做了一个签售的活动。在这个新书里面呢，蔡依林讲述了自己的这个减肥之道啊，里边的内容呢包括了有几点吃啊，吃什么，还有怎么吃等等很详细的这个细节。不过呢，新书发行之后呢，这个也有一些质疑声就来了。有人说呢，这个蔡依林的减肥方式其实是不科学的，所以呢，她向公众推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。蔡依林的这本新书记录了不少她多年来的瘦身心得，不过书中提到的一些内容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，比如7点半过后不吃蛋白质，4点过后不吃蔬菜类和水果，这样的内容是否符合营养学？更有营养师指出，如果青少年根据蔡依林的这份食谱调理饮食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营养均衡，因此蔡依林的这本书有误导读者之嫌。7点之后不吃，我们认为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青少年早中晚他都有吃，只是他的晚餐可能是在6点。按照他的逻辑，就是只有青少年只有中午那餐才吃得到蔬菜类的东西，可是晚餐吃不到，早餐也不容易吃得到，一整天他的总量就减少，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能够认同的。虽然蔡依林的这本新书推出半个月以来已经大卖3万多本，但不少粉丝也表示，买书只是为了支持偶像，但自己并不一定会按照书中所说去进行减肥。不要用他书上的方法减肥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是多动啊，多吃。不过对此质疑，蔡依林在最近出席某活动时淡定回应，称质疑者是以偏概全。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些误解都是来自于，因为他没有完整的看到我书的内容，可能就是比较片面的。那我觉得是可以互相讨论的，但是我觉得不用用到质疑两个字。不过回看蔡依林出道之初的形象，确实比现在要丰满不少。她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成功瘦身，恐怕只有自己知道。不过在娱乐圈，减肥达人绝对不止蔡依林一个，减肥方式也是五花八门。其中成效最卓越的，当属闪电侠和郑少秋的女儿郑欣宜。好唔开心啊！你估唔估到爹哋会颁奖俾你噶？真系估唔到。咁你而家心情点啊？好开心。母亲的遗传基因加上长期暴饮暴食，郑欣宜在16岁时体重已经突破110公斤。但自从决心要进军娱乐圈以来，郑欣宜就开始了疯狂减肥。经过整整一年的控制饮食以及运动纤体，她的体重锐减到了60公斤，成果十分显著。在郑欣宜看来，减肥最大的痛苦是和美食做斗争。有没有想吃那些油炸的东西、肥腻的东西？哪儿都好吃啊！我就曾经呢，踢这个门呢、我的房，把家里的门踢上，踢到有一个洞洞。如今郑欣宜的身材和正常女孩无异，不过假如以娱乐圈的标准来看，却还是一个胖姑娘。因为在这个圈子里，更多的艺人减肥并不是因为原来太胖，而是因为瘦了还想更瘦。因此刚出道时的珠圆玉润和现如今的尖瘦下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，在圈中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不健康的减肥方式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却也不容忽视。为了在建国大业中扮演蒋介石一角，张国立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通过节食方式瘦身11斤，但身体立即还以颜色。有一天在上海晕过去了，我们要抢救他，给他喝糖水的呀。他老说我，哎呀，太强了，就是胖了点儿。他老说我，后来我就想，那就瘦一点吧，瘦一点，瘦一点，可能他会觉得更满意嘛。饿得有点厌食了，最后。现在在拼命的增肥，不敢去查，他们说要做那个叫胃镜，我害怕。而不少圈内女明星更是因为节食减肥走上极端，而健康亮起了红灯。郑秀文曾尝试过苹果减肥法，1周靠2个苹果度日，后来她一度精神崩溃，患上了抑郁症，与如此魔鬼式的减肥不无关系。周慧敏、容祖儿等艺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减肥经历，也颇有痛定思痛的感慨。那个时候就用节食的方法去减肥，可能吃得不够饱了，营养不够了，那身体我觉得好像健康不太好，可能贫血啊，练舌也不好，所以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。那当时真的没有吃很多东西，但是后来发觉，我就觉得
其实不可能啊，不吃东西，但是要做那么长时间的事情，那个面都没血色了，然后最后我现在当然有吃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做运动会比较重要。更不足取的是，还有明星通过药物甚至毒品减肥，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不说，更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。曾有英国媒体报道，安吉丽娜·朱莉在新片《特工营》拍摄现场因体力不支晕倒，身材暴瘦的她被怀疑使用了含冰毒成分的减肥药物，而这一极端的减肥方式据说目前在好莱坞非常盛行。此外，服用利尿剂一类的药物，在演出前去除水肿，在圈内也是公开的快速减肥法，但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。杨千嬅就曾因此将演唱会硬生生地推迟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朋友给我一个是减肥草，他说可以去把我自己去那个水肿的问题，那我听他了，我去喝，突然在那肚子不舒服，可能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有点紧张，所以呢，不断去那个洗手间，我不能够停下来。此外，圈中还流传着一种催吐减肥法，每次用餐后必须吐掉，但最后可能导致厌食症。催吐这个减肥方法非常的不健康，因为有可能会造成什么胃的疾病啊，或者是食道灼伤啊。其实减肥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节食跟运动双管齐下，效果最佳。因为工作需要，胖胖瘦瘦对明星来说似乎不是难事儿，但身为公众人物，切勿不能忘记要用自己的号召力向公众宣传科学正面的信息。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都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。新娱乐在线。